Eric Low 就問你啊，9988啊，即係阿里巴巴，咁佢就話十月前能唔能夠上翻120蚊咧？即係你十月前你講到咁遙遠，仲要經歷八月、九月、十月嘅時間，我就真係有冇可能有嘅？咁但係問題你有冇咁嘅能力，或者係咪需要咁樣去搏？呢個因人而異，係咪好抵搏搏佢抵佢搏到上120蚊啦？老實講就一定唔係嘅。短線如果真係企唔穩，100蚊樓上嘅，我哋咁講，如果真係企唔穩100蚊樓上啦。短線避一避開先得啦。如果長揸呢啲股份，唔好講埋去到十月份啦。總之你講緊用一段時間去守贏佢啦。我覺得可以，但係咧短線個風險就好大啦。啱啱之前譬如報啲電動車板塊，上面見到造車新勢力跌得比較多。咁、那個原因其實又唔關啲汽車行業事嘅，因為講最新就係講緊又有啲中概股退市嘅風險喺度，內地又突然間有啲新嘅 ，sorry 都唔係內地嘅，係據英國嘅《金融時報》引導啦。咁又都講緊中國嘅準備，就將按據分敏感程度咁樣分類。咁阿里巴巴數據屬唔屬於敏感？大家心照啦。即係呢啲講緊係講緊比較風險比較大嘅公司，短線嚟講。咁如果你講緊突然間講阿里巴巴真係要退市啦，咁退市都唔會係一兩日做完㗎啦。咁去到十月咁短時間，咁點上120蚊就會變得非常之難啦。咁但係相反地，如果呢段時間原來金融原來又係啲假消息嚟嘅。中國又話翻冇啲咁嘅事咁，咁跟住就有啲放寬嘅政策喺度，或者業績上面見到阿里巴巴有好強嘅盈利增長嘅話，咁上翻120蚊個可能性咪大。所以你問我會唔會估十月去望幾多目標價，我真係唔會嘅。依一刻我覺得對於投資者嚟講，你做部署諗清楚自己究竟長線定短線先啦。如果你講淨係睇3個月好短線嘅話，你睇到咁關注呢3個月股價走勢上面，我就會建議你，如果今日收市企唔係100蚊呢啲位置。走咗佢先啦，你有機會再低位買過，到時候再揾個位置買，到時唔使睇100，你都係望20蚊啫呢啲位置，可能到時候落翻到80幾蚊嗰啲位置再買翻，睇翻100蚊左右呢啲位置咁就得啦。咁所以如果你真係做啲好短線嘅部署，你咪要認真咁學識投行咯。咁但係如果你講緊揸咗好耐嘅，就算你今日成翻120蚊，可能真係最壞時候易過咧，成個退市風險冇曬啦之後，咁跟住再加上個盈利能力上面見到有個見底回升狀況喺度咯，咁成個 TMT sector。我哋覺得啱啱講緊成節就係、未來半年至一年嘅時間最驚啲咩經濟衰退啊嘛！呢啲資訊科技點解咁多市場咁即係點解啲大行或者好多人都好中意？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哋個逆周期能力好強嘅，即係有機會就係講緊佢嚟緊未來個經濟做得唔好，但係佢哋個業績上面做得比較好，即係市場總會有啲諗法。但問題就係講緊中概股，特別中國嘅 TMT 股份上面就好多時候就係講緊同內地嘅政策有個太大嘅關聯性喺度。咁而最攞命嘅地方就係講緊啦。你睇翻5月份由80幾蚊升上嚟120蚊啦，市場就覺得喂一天都光曬，咁甚至我哋睇到就係有大行預期翻啦，阿里巴巴喺第二季開始個業績上面咧有翻盈利增長喺度，呢個就我覺得太過樂觀，所以我覺得對於阿里巴巴嚟講啦，你過咗第二季嘅業績先算啦，唔好諗到，即係如果你真係咁關注短線走勢，你第一方面睇業績先，咁而講緊個圖表上面啦，今日如果失守100蚊嘅情況下啦，就代表住啲咩？一啲重要嘅平均移動線都失守曬啦。嚟緊未來就會有機會不斷咁出啲死亡交叉，你就要面對翻。所以佢哋做得好短線嘅部署啊，今日企唔穩100蚊就我覺得開始要投降啦。好。